我们进入下一回合。下一回合我准备的是梦想的生命，所以接下来的三首呢都是 JJ 曾经在梦想的声音唱过的歌。也看到点歌单，刚才有好几位朋友们点了那一首歌，那那首歌留到这一档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再唱，因为这首歌很嗨嘛，难度又很高，所以要读比较一下我的体力嘛。OK， 那第一首歌是本地创作，对，本地创作这首 JJ 应该是他第一集演唱的歌曲，在梦想的声音了，这首我怀念的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谢谢，我发现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